不是，这柠檬怎么会切成这样？对啊，我看看，拿告给你。被咬过呀！这是谁切的柠檬啊？艺术切的，有内涵。这到底是谁切的柠檬啊？牛肉面好吃吧？没有，这个牛肉面好吃吧？这个牛肉面好吃吧？我还没吃，我要吃，我试一下。好。沙茶味道。哎，我喝看看。你们自己开店之前没有尝过吗？你是负责吃煮料理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开心吗？你要听什么？老实话还是客套话？客套话，大家可以看，很棒哎！哦，谢谢，优秀，都 take 到对不对？都 take 到了，高粱味很重。好，讲真的，里面有加麻油对不对？有，它超出那个范围了。可是汤头又不像红烧这么油味道，待会我们也会去隔壁试吃一下，难吃我们就直接喷。谢谢。